场朋友们，让我的粉丝看我。等一下，这个座位怎么调？哇，好刺眼！妈妈走。右边。你的技术真的很好。可以。哇，我停车费太稳，有感觉吗？是不是没有感觉？什么都做得很好，就是我这种人。嗯。你们干嘛？想去了？知道吗？对，知道，一直知道就行。在那天桥底下，对，跟你前面右边。变了600，慢点，在这岔口进行。那我是不是还是掉头啊？对，下一个红绿灯，等着白车过来，你直接往左打满去。走，走，回来。自己开车下班回来有什么？就是有没有爽？爽吗？爽。什么时候准备再我们回来？那辆车回来我就开不了了。那车我就不敢开了。